阿佑在打电动，那你们今天姐早姐上有在煮福吗？利你挺们今天身。早上有煮我们今天没煮，我们都忘记了。今天不是啊，我们吗？出门才发现面包，就忘记吃。有啊，因为我昨天有跟我。哎，姐姐不要那样子啦，那等下弄得烂烂的。对啊，又那我帮你打开哦。他早上其实有讲说有两个面包，结果出门有时候忘。啊，我跟他有看直对。播打那个当早餐。现在蔡琳在讲这个，你去当评审，我跟他讲，然后那这个个，评审当评审，然后拿一下对啊，我们明天可以吃这面包当早餐，然后我们再吃火锅。阿公的面包看起来比较好阿公的面包看起来比较好吃。我们刚才吃这个雪面也蛮好吃的，这个雪面我们刚才试吃还不错。姐姐不要玩这个，你这是吃的东西，别不可以这样玩。对啊，他也给他爆出来，不要这样子。刚刚好。然后哇，这样看起来有点糟糕。弄得好恶。然后先跟各位讲，我们你再的肉我吃，给你啊。我再吃一点肉好了。这是汤马士的肉，在特价，我们有做一个组合，就双十一的特别组合，三盒的牛肉片，这么大一盒哦，一盒才多少钱？给各位看，一盒160。然后跟2块菲力，2块沙朗，都是好的肉哦。然后原价1700左右，现在特价1300多，两盒免运。你也可以搭你自己喜欢的，凑到2500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火锅肉片。啊，我们刚才拍了一支影片，蛮好笑的，结尾实在是很好笑。啊，基友，你要不要去洗澡了啦？你这样子我照到你很不好看呢。你就去洗澡了，我照到你，等下内裤跑出来。拜对拜。呀、啊，去洗澡了。阿、啊、又洗好澡了，你还不赶快洗？你洗澡。阿、啊、又洗好啦，他们都吃饱了。那、啊、我刚才在拍东西，所以。哦，煮出来的肉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已经哦，很洗方澡便。超过30秒吧。大概35秒吧。有吧？你要不要再吃一点肉？要不要再一两块？电动的，然后不知道会谁讲话。妈，你要不要再一两块肉？我不要，我饱死了。你饱死了。在家里吃青花椒，很好热哦，感觉有点热。哦。阿优啊，很好玩。阿优今天跟同学约，你同学到底来了没？你上来了。上来了吗？打什么游戏？汤姆猫与杰地鼠。啊？汤姆猫与杰地鼠。汤姆猫与杰地鼠。然后，明天我们会比较忙。明天，阿妈明天要借特斯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说明天很忙。明你也天忙，早上要先去拍照，中午要去接特斯拉，下午要去我妈那。对啊，我们也忙。因为你要给我一下我的手机，我要打电话给那个 ABC，他刚好打给我，我不打。那在我们明天去拍照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不要开车？啊？要开车去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如果应该是不要开车去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车子要放哪？我不知道。对。哦，喵喵，你怎么给我？我跟你讲。明天行程大忙的，满档。好啦，再吃一个。明天早上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拍照啊，一个商品的宣传的拍照。然后中午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想买特斯拉，可是我觉得有些只是还是要开看看，然后我就跟特斯拉借了一台彩虹的特斯拉 Model X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应该很容易开完以后那个火就熄了。妈，你觉得会不会我开完以后那个火就熄了？有可能啊。对，我觉得非常容易，因为就好像你没有油，就像买三 C 一样。那是谁？
好，彼得是说我一定会想买，是？对啊，那就是说，还是不要开。一定会很想买。他觉得我的个性，你的意志会更加坚定。他那时候是这样讲的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吃？再吃一点。你吃啊。还是你漏皮？哟，赶快给我手机啊！我在跟你讲哦，你有在听吗？他不在跟他朋友打。好了啦，快点！我跟你现在跟你。人家刚打给我，还没，我要被气死了。赶快，我有热。阿佑，你还要吃肉吗？不要，吃饱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在吃。我吃不下，差不多了，剩下肉可能要冰起来，再吃个冷块好。阿佑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告诉你。啊？我告诉你。好了，就拍到这里了。我们家有圣诞树哦，给大家看。你在看这个？看什么？我在跟妈里面讲话。很可爱啊。妈妈好赖。圣诞树。拍到这里咯，拜拜。怎么了啊？对，要记得哦，我把链接放在底下，他们在讲秘密，他不让我们知道。你们在讲什么秘密？说。冷。拜拜。